我们不要盯着看，看好久拿不定主意，都画上去再说，啊，而且不是要跟他一模一样，我们这个画呢才成其画，懂吗？ 到现在的绘画，在比什么？不是比像不像，因为现在有照相机，有幻灯机，有投影机，要画到像，很容易了。 也不是说我们现在要画的不像，这是现代派的观点，要画的不像，但是写实画来讲，不是，还是要像，而且像里边呢，还要。 把生命，把生命的感觉画出来。这个生命，包含你的生命，你要把画家的生命，让观者、让读者感受到他的生命。这个画家好有美感。 对大自然好有感情，啊，画的那几只猪啊都想抱回去，<笑>比如说了哦，所以这是画写实画的，要了解的这个原理。